讲到妈妈撒扣，就不得不提到当年被吃了很多零钱的越南大战啦。SNK 的经典游戏之一越南大战系列现在要推出手机版咯，而且还高起了塔方。这次新作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作品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先睹为快吧。生日快乐啦！越南大战转眼也来到了20个年头。为了纪念越南大战诞生20周年的纪念 ，SNK Playmore 曝光了手机游戏新作《越南大战 Attack》的第一手画面。啊，其实就长得差不多啦。本作《越南大战 Attack》是手游《越南大战 Defense》的续作，除了战斗画面沿用上一代塔防的玩法，这次新增了支援系统，让战略性与爽快度进一步提升，并且有占领据点的 attack 任务与建筑设施等新要素。此外，还可以借由生产与收集道具来客制化自己的战斗单位，而且有称霸世界的非同步战斗，乍看下有想跟 COC 较劲的味道啊！游戏目前正在开放事前登录，有兴趣的玩家们不妨上官网抢事前虚宝喽。